天宫柱。OK。 唱夜读去吧，那不得紧跟时事吗？这不是众多网友选出来的一首歌吗？ 什么变异？这个变异，咱就不能玩了。鬼书。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。这个装备其实应该玩大虫子、黄图、羊刀、圣盾格斗家、圣盾吧。 这大嘴儿来的不错啊！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。拿个妖德尔人。现在有个问题，我们是打连胜还是打连败？我就需要一个大腰带，我觉得我可以打连胜。 1块钱，我就只需要一个大腰带，我就打连胜得了。看看是卡萨丁来的多还是盖伦来的多？卡萨丁来的多，咱就先养卡萨丁，哪个三咱养谁。 给两个盖伦，哎呦！希望打这家。
哎，不行不行，打这家吧，打这家，打这家鱿鱼，就打这家鱿鱼了。打这家，打这家也行，这家也不厉害。都跟女警过来。先血入他一波。那狂，那卡萨丁跟盖伦到底谁来的多呀？要个大腰带啊！没有大腰带就锁着甲。腰带应该没人要吧？腰带这种东西还是很少人要的。大腰带是最没有人要的装备，你看没有人拿。哎呀，这盖伦也不来呀，这装备给不给卡萨丁？给了吧，还不来呀？盖伦啊，就一张，卡萨丁好歹还三张呢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地光圣盾大嘴留钱没用，我看你留钱没用。那他妈圣盾大嘴留钱没用，哪个在用留钱没有用？要我花完，要我把钱全花了，你挺会呀。我上次给卡萨丁也是老八，这不一样。千万别假，别打这家狼啊！千万别打这家狼，这家狼属于是点名了，这是。这家狼老狠了，那有个巨魔。他新两星英雄太多了，哎，烦死了！我准备好了，真烦人呢，是真烦人呢。盖伦现在削了，锁着甲磨抗都行。大棒，铁棍，这阵容水滴是最没用的。蓝枪差不多。平衡终于一切。第一张蓝枪。依据的是心中的魔牌。先给他们全技到二。咱别说哈了，咱立下去。
蓝枪没有就上女警，大嘴放置，卡萨丁。差不多，人都七烟口了，地道上头。胃就不要了，下轮上蓝枪，胃是后上的。你不给我圣盾章，你给我保镖章。要那个玩意儿能有什么用？这轮反正怎么都卡钱，变成小弟一下吧。这个没问题，火速出击。最后一地，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。我们走完了，这又卡钱了，再小弟一下子吧。他们被我瞄准了。上女警吧，你们说是上机器人狠还是上蓝枪狠？是不是机器人狠一点？可以要把大剑和饮血剑，也可以要个魔抗的给卡萨丁，正好有个魔抗卡萨丁，也可以来个离子，大棒离子，魔抗卡萨丁，正好我给他合个龙爪的，大剑，魔抗卡萨丁。我将带头冲锋。你要是大剑，也就合饮血剑。你合饮血剑，这个盖伦儿。他也没有狂徒，和饮血也不厉害，就卡萨丁就完事儿了。跑得快是羽量级选手，你放屁！跑得快那是代谢，新陈代谢。确实是不拿来牌，来的太少。我们走吧。正常应该每一轮嫖一张，你知道吧？一张也不嫖不出来，全两星。
表演吧。就这个小狼断我连胜，不赢了，不牛逼了，啊，不行了，火速出击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，我准备好了，别他妈给女警了，我不要，火速出击，下轮给盖轮，别这样行不行？哎天，这么多大剑，就像瓮中捉鳖一样。我就知道不能拿大剑，你看吧。哎，我服了大哥呀，我是真是服了。我准备好了，我回回这样啊。一起练给了吧，大剑有点太多了，拉人口吧，也该拉了，该上人口了，现在底下已经卡裆了。你的龙爪呢？我的龙爪可以一会儿再拿，不是那么特别重要啊，那龙爪。你给我嫖两张不行吗？你怎么没有一回能嫖出来的呢？你给我嫖两张行不行？你给我嫖两张，嫖一张牌那么费劲吗？盖轮差一张，把那女神之泪捏了，大炮，配合离子，下轮选个攻速，给大嘴来个那啥，来个巨杀。谢谢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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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幺幺的两个飞机，玩具，那没办法呀。这就是我的本性。你没有一个三，你咋办？而且这人是个大傻逼，现在谁还玩刺客呀？还有精神病似的，还他妈整个刺客给我整出来一个，还整个卡特琳娜，还整个刺客，还复古了，属于是复古了。如果这轮太打不过，下轮我们就得缩合，啊，直接缩。这不能再攒五十地了，我有点顶不住了。来个攻速嘎里奥，没有嘎里奥。
我的去向。野猪兵进入更衣，我们开始行动了。平衡终于一切。我们走吧。火速出击。一二差一张。弟弟有点慢，正常这波是三个三星。继续啊，我肯定要继续啊。日炎并肩，日炎没减伤，没减伤吧。场景将会得到下场。被迷住了，我看看。蓝枪不是那么特别重要。基本上我们三个重要的角色全部都删了，现在只需要升级上个大位就可以了。着急，马上打鸡了，你很急吗？打完鸡再说呗。野猪兵进入更衣，像瓮中捉鳖一样。救赎吧，救赎给戴伦啊，龙刀救赎，卡萨丁吧。这龙刀给谁呢？给大嘴，大嘴就十点蓝，大嘴就十点蓝量啊，不太需要吧。给盖伦还差不多，给盖伦吧，给蚂蚱啊。
蚂蚱后边换卡莎也行，给蚂蚱吧。盖伦没啥装备。这宿舍我操！还整个破刺客出来，真让人难受。我们开始行动了。有巨杀就拿巨杀，我们打野不在紧，不是打野选秀，没有巨杀就给盖伦来件防装。这个应该打不过，这有卡莎二星打不过，要没有这二星卡莎还行。这个卡莎二星可太猛了，关键他装备还对的，这能不能吃到分呢？我操了，别让我碰这人呐，这人太狠了，这谁能打过呀？谁碰谁倒霉嘛，这鱿鱼谁敢碰呢？来个人给我碰碰这鱿鱼。泰坦、日炎、青羽、泰坦吧。这蚂蚱龙刀是真没什么用。也有点猛啊！维克托两个大龙刀啊！现在我们看看能不能搞个烂分吧，搞不到就算了。第一名其实不太厉害，没怎么碰上过第一名。第一名能打，又碰上这家刺客，我刚换位置，大傻逼，气死人呐，真气人，这家刺客，哎呀操了，我现在碰碰别人家了呢。真是恶心人。那刚才不碰过了吗？那前两把刚碰完的人，完事这把又碰，你要碰点。